来看到新北市幅员广大，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人文历史也造就了29区不同的特色。而新北市呢，在图书总馆举办发现新北29区主题影像展，分享了升格11年来的发展与转变。好山好水好山林，看到古城展现的新生命。壮阔的景观一眼就能认出，这是拥有台版尼加拉瀑布之称的十分瀑布。新北市幅员广大，不同的地理条件以及丰富历史，造就每个区拥有不同特色。新北市举办发现新北29区主题影像展，分享升格后的蜕变。不管是文化、历史以及未来的大建设，勾串起整个新北市的未来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上任以来就是以新住民、新连结、新趋势、新领导、新美学、新创生6个面向来跟29个区做连结。像是深坑、平林因为多山区发展出茶产业，共寮则因为临近海边发展出渔业。而要了解每个区的特色，从展览中的一个小巧思就能找到。新北市因为之前从乡镇市来进到一个新北市，所以我们保有原本在乡镇市他们的各有的这个特色。那经过了升格10年之后，我们也把这10年的一个发展来做了一个杂志，就我们每一个区，那有搜寻一个关键字。那像这里我们这个泰山都是这个天泉水诀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意象，让大家对我们新北市有更深入的了解。即日起到3月20号，民众可以到新北市立图书馆，透过影像欣赏新北29个区的发展与转变。